哦，会，哇，没就是要看电影啊，无所不在，龙俊硕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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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哦。宝仪姐一句话，我绝对是赴汤蹈火，少来。现在有点严重，就是、啊、你是夏天，你是夏天吗？天气热吗？是这样，我来抓。不是谁想都知道这件事情、啊。你是皮肤科医生吗？你是种草莓啦、啊，对啊。不是种草莓，最近没有时间种草莓啊。最近为什么没有时间？已经没有种草莓了，是不是？也很久没休假了，这、我后天是我这个月唯一休一天。那你有安排要约会？应该要吧，干嘛想出来？刚好他要工作。哦、你干嘛想出来？跟朱莉亚在拍那个，你们俩互动，你们用就是怎么？因为你们是好朋友嘛、嗯，要怎么产生那种有点暧昧、有化学那样子的暧昧、化学反应？对。对。笑你还约他去看500演唱会？其实那个是 freestyle， 对，那是 freestyle， 那段是即兴加的，所以其实我在在结尾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说是要讲什么东西让他可能会觉得有趣，因为我想要可以让镜头捕捉到他那个可能笑出来的很自然的反应，就我自己有想一下。那你把妹的时候真的会约女生说，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吧，这种？哦，会，哇，没就是要看电影啊！看演唱会、看电影的种。看电影。看电影，看什么类型？恐怖片吗？还是恐怖片？恐怖片蛮赞的。现在自己笑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对，就是看《爱情城市》。不要破我的梗。就是看爱情电影，看爱情电影是非常适合约会的。那想问的，就最近有在关心茱莉亚的状况，心情如何？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碰到了，今天晚上就在那个我们的特映会就会碰到了。对。然后说，其实很多香港演员都想要来台湾拍戏啊、嗯，他这次怎么没有被邀请爸爸一起来参与这个作品？这一他太贵，因为没有适合他的角色。老实说，你说他去在台湾街头卖玉兰花吗？也是很奇怪的。他不会骑摩托车啊、哦，对。然后所以就是没有适合他的角色。那我不能硬就是为了一个好像缺头，然后就是邀请他来拍戏。将来如果有适合的角色，我会考虑。但这一部 ，sorry。那拍这个有跟爸爸就是讨论一下之类的。哎，昨天因为蛮多记者也会问这一题的，嗯，没有讨论，是因为他都不回我讯息，也、是失联了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忙了这两年，所以他不回我讯息，我就想说，我想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能靠自己了。嗯、